我要上春晚啊，你看行不行？哇塞 ，Welcome！ 谢谢。Introduce yourself, please。我们是 Metro 乐队，我是 Sean， 我是 Kevin， 我是 Michael， 我是 Eric。哇，欢迎 ！Where are you from？ 我们都是美国人，但是就在香港九年了。哇哦，好欢迎！请跟着我，寒夜里寒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过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真心，只为许阔你我可会变，谁会在意？迎着冷眼要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也失不方法，若有数十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已冻沉心内我，谁明白我？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，会起了理想，所有都可以，也会怕有一天只剩下我。真了不起！来到中国有多久了 ？How long you stay in China？ 住在香港九年了。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中国待这么长的时间呢 ？Why you choose China as your living country？ 以前在香港迪士尼工作了，当我们结束那里工作。我们开了公司 American Vocal Studio， 现在我们都教声乐课。哦、在香港迪士尼。常年演出，同时也教学，驻场，同时还教学、我刚才一上来，你们一张嘴啊，高级，高级。Very high level, it's high level, 高级。刚才我听到你们唱 Beyond 的歌，是吗？I heard one song on the vast sky from Beyond. 真的，你们很喜欢 Beyond。Do you like Beyond very much? 最好。真的，我怎么觉得还有粤语？是真的吗 ？It's a Cantonese song.Yes， 广东话。真的，唱的是粤语。对对，就是这样。他们刚才是用广东话唱的。他就长期在香港嘛，太厉害了。听这个粤语歌。在中国过年吗？Have you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's in Hong Kong? Yes. Yes, we have. 每年。Can I answer in English? Okay. Yeah, we have. We've been here many years, like we've said, and we really enjoy.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, it's a lot of fun for us. It's a lot of great traditions. 我在香港过春节，然后我们在那里也会有很多和中国人一样，都会有很多的传统习俗一起过的。哦，太棒了。Okay. Yes. 春晚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？Do you know CCTV New Year's Gala? Oh yeah. Yes. 很厉害是吧？很厉害哈。这样。每年啊，这个中国这个央视啊，国家的这个春晚呢，有很多呢都是国外非常非常著名的歌手和歌星站到这个舞台上了。A lot of international artists will perform on this CCTV New Year's Gala.
stage. 但是呢，就特别希望呢，你们能用一个这个，就是比如说中文歌曲啊，这样的话更吸引更多的这个中国人来对你们的关注，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。Could you perform a Chinese song for us? Yes. Yes.真棒！哎呀，这提议好哈，罗老师，这提议好。提议好，提得好，嗯。这个四位老师好啊，四位老师好，翻译。Hello, Masters. 谢谢，谢谢你。这个我坐在这儿，我好像有点惭愧了。你这怎么弄的？你这个音色，而且这个和声啊，而且每个人的声部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级和完美，堪称之完美啊，应该这么讲。You did a very perfect show today, and you, how about your the sound and the performance? You did very perfect. 谢谢谢谢你。而且呢，有一种冲动，就那种爱呀、啊，就是情不自禁的由衷。就有感了，你就、那个、I love you guys so much 啊，就是这个语都不会话都不会说了，都属于这种了，真的好，而且那个身上的那个感觉，哎呀，我估计这个原唱要听了，他都得向你们致敬。If Tao Zhen know you sing his song and he will oh it's amazing and yes 谢谢啊，赵志，哎呀，经理啊，特别棒。我的决定是，哇！谢谢您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我要问一句啊，我额外的问一句，就你们演唱的这些歌曲，你们这个和声的编曲是由谁来做的 ？Rearrange those songs. We did. Yeah, we. I did.、Oh. 都是他们每个人就是分工不同的歌曲，由不同的人来改编，都是他们自己。都是，你们没有别的这个。专门编曲老师来编，他们自己都会改编这些曲目，就是根据原来的作品，然后改编成了阿卡贝拉的形式。那我没什么话说了，因为这个无伴奏形式的这种在舞台上演唱我参与过，但是呢，由你们每个人来设计它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。我个人评价是，你们在演唱过程当中，唱先不说，先说表现，每个人跟现场观众的互动能力特别的强。You did a very good show, and you have a lot of interactive with the audience. 谢谢。歌曲和声编曲非常的有自己的风格。听到你们的这种比较代表你们自己风格的编曲，我们大家非常喜欢。And especially find myself 找自己 It's also represent your Metro style, so we love it very much. 怎么说呢？春晚舞台呢？真的是一个，收看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平台，我们在期待啊，
像你们这样的节目呢能够上我们春晚。哇，你的决定是？我的决定是行。啊，我的决定也是行。轻松啊，特别棒，特别棒。Metro 组合成功晋级春晚争霸赛。无论期待，总会有一天绽放最强的光。无论相信，梦想。